好。哦，出发了。别在这加，多少钱吧？等一下，往回倒一下。倒。我的手，手机可以拿着，可以充分。那五颗热也被骂成傻逼了，我操！正常啊，他被骂不是正常的，他太舔了，主要是。哦，对对对对。其实他不舔的话，他当时是很热门的呀。他是从第一期就开始舔了，那个杨欧记那一段，然后那个纳布克热，我服了，想起来了吗？然后他，我操，好慢呀！再一个，大包烟。我买个饮料，先买个巧克力棒。我也想。你去拿吧，我这儿看烟。火车站的 Park House。好，那就去。哦，这是个酒店吗？高楼太新奇了。我当时也从这条进城的。大城市呀，还原是吧？这有点回国了，有点像之前重庆的 CBD， 就是有点像这样的，就在重庆的车西路不是有一个就是这个上去太古里还是哪？啊，成都那是成都，对，直接上去。成都那是国际中心嘛，那个地方。是这里啊，直走，下一个。这个老鸡巴都。帝国大厦。有点像。这不地标吗？对吗？对。这么高的楼？我在德国很少有这么高的楼。那不是在最高的楼上班吗？在这儿啊，这就是最高的楼。为什么这个？你回头问老大。
老大说买的那个法兰天际线老厉害了。那、啊、我看那栋楼是那个 Volksbank 吗？看到了，那是 Commerzbank 吗？只有银行才修这么高的楼。前面那个坡右拐出去吧，这里对的。那我站不到这个，对，不闪呀，都是一个道。哦，他手在动，他手在动。就在右手，哦，这是展会吗？哦，这是之前书展的时候。Skyline 看到了吗 ？Skyline， 对，那牌子上写的 Skyline， 那就是这样呀。真就农民进城了，哪个东西一阵拍着了？是快到了，我想一下，你注意看屁就行了。嗯，太贵了，差不多了，没有了，应该6.8块。六块一个小时，3.2块，那正好6.8。6.8正好2个多，对，2个多，是吧？啊，2个多，1.66，走吧。得放进去。对。他这个，那个大疆也出了一款叫 Active。哦，它这儿有个屏，其实很方便。对对对，很方便，你可以自拍嘛。对。我们这个就这样，然后但是看不到拍摄什么样子，看不拍照什么样子。出警了，路上好多警察啊！我、干嘛？他说他定了位置的。牛逼！停了，他没看到我们，没看到，他眼睛不好吗？走，红灯呀、啊。哎，你就带我在这儿。哥，你妈人这么多的吗？你怕什么呢？那就带我在这儿违规。哦，啊、电车啊，这个不能，这个我撞不过他，我操！你可以试一下，好吧？这个撞不过。我们试下来就行。我操，怎么回事啊？我他妈要停3次啊！公路口可以走了，算了，然后抢也得抢过来。说的贼你妈老，我操！不行，看我出来就带了卡，2张卡直接里面，要不就一起丢好吧？之前我朋友圈有个人，他在柏林丢了个钥匙包。因为他钥匙包是买的，牌子比较好，然后他包里钥匙包丢了，钱包没丢，因为他钱包里面。狗吧，不是，山上生活还是很精彩的。啊，外屏我把看少了，等会儿再盘盘。然后是90平还太小了，一步到位买个。没捡呗，没就没事啊，我就是想买来消磨时间呢。太不聊了。那边是 ECB， ECB 是什么？欧洲央行。啊、哦，是这个是吧？红灯这个是吧？哦、牛逼！啊，想进欧洲央行，必须得入欧盟级。这样吧，欧盟哪个国家都可以。牛逼！哦，只有那个柏林开了，是吧？因为柏林，这他妈你都知道啊？我看到那个消息了。因为柏林他们起义了，不行了是吧？忍不了，忍不住了，是那个性工作者没收入，他们就我起义啊，好意思，忍不住，对，之前看那个古代穿帮嘛。去给那个皇帝报告说陈胜吴广起义了，起义，对，造反了。但那你看那个圆柱楼，嗯，旁边的一整栋就是比较矮的一个玻璃楼，给我啊，那小子是不是看不到？那个亮蓝的了吗？看不到，他们不亮灯。嗯，我看你办公地点挺市中心的呀，CBD 啊。舒服呀！啊，这种搞工厂的就都往城外滚了，是吧？对啊，
搞金融的都在市区，就穿西装的都在市区啊。二十公斤，可以的。我是来八十公斤一个人上的呀。我那么二十公斤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糟了，糟了，超载了呀！我操！必超载，必超载呀！就是我出去撸别的猫了，然后又回来一闻啊，就冲我叫啊！你身上有别的吗？嗯，你身上有它的香水。月亮，它是个母的是吧？不是，它性格好一些。猫性格都好。你看这个，他们说六六被阉了之后性格会变好。你家逗猫棒了，拿出来吧。六六还是福福啊？六六，他说他被阉，你说没阉吗？你不是不阉吗？好，谢谢。你点吗？你们点，反正有福吧。这边点多少？虾饺。我没订餐，你叫菜鸟。哦，就填那个什么。哎，特别饿。哦，您这样不是特别饿？我全是火锅味道啊！我这。我身上也全是，你以为我？你们拉肚子了吗？我拉了，我拉了一宿。太惨了。啊，你中间还起来了。要不就换另一张吧，因为这张做直到12:30。这饮料，哎，好嘞，嗯，这盲点都可以了，不会出错。虾饺，好吧，十只排骨吃吗？来一个，好不好？好，吃啊，得吃啊，就拍进去吃呗。酱油是，想要点醋没有醋？想要吗？不着急。不吃辣椒了。闻一下这个辣椒，我闻一下，有点还挺香的。你好，有醋吗？我得吃。不吃不行，是吧？嗯。拍了拍了，你说，就是录的视频。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学校有两个傻逼，本科毕业的时候从。旁边是什么？就商场那块。嗯。是个停车楼。哈哈哈哈哈！嗯，啊，这是行，那个好像太热了。说吧，喝点汤那是是早上。看看你。张海。好，谢谢。希望还带咱们去那边。狼人杀。啊。找不到，很棒。那想想李萌压力也挺大的，他女朋友留在深圳不走的话，压力也挺大的。嗯，对吧？他还买不起房吗？他那怎么买得起呢？深圳的嘛。现在开始买彩票有机会。啊。那个乔欣嘛。欢乐颂里面的那个关雪儿，那是有钱。他们那个高中就是富人高中，完了之后乔欣高中毕业就去演戏了，上海的一个我不知道，都是郊区别墅的那种。嗯，然后完了之后，他们高中毕业了之后，乔欣就去演戏了。看什么？徐汇小洋房，太牛皮了。对，这两条面条，再加嘴。别浪费了，方便面是面。他们怎么认识的？他俩都在英国读的书啊。哦。他女朋友挺，他女朋友挺是吧？这个他把这个，这个也有说，把这个粘了。手机拿一下吧，感谢。长粉。点。然后排骨。可以先落在上面。对，我们一起的。好嘞。这个位置给了。哎，这个都收了。哇，美得很，舒服了。哎，我发现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平时在外面待久了，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你知道吗？那肯定是回家嘛，不是。
看，没剪视频啊，其他。这个索道就是额外惊喜。你索道上面可以拍一个。哦，他是不是索道直接就坐到那个山顶上的要那个城堡去了？刚才是。应该是。就是啊，可能是以前的贵族下山。啊。他是在。路上没有，啊，是，啊，你去河南应该也是吧？河南那边没人戴口罩的，对，室内都不戴了。戴口罩大家都看。啊，那个索道不是上到那个山上吗？哦，那没跟你讲，就是我，你跟我们说钓螃蟹那个地方嘛，那坨其实是大麻非法的。然后我和高杰一进去就问我们说这附近哪有点大麻，直接跟我们来句是什么 illegal 的，然后我俩傻了，我俩说是荷兰吗？荷兰吗？就那个小镇很保守，那个小镇卖烟的都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藏着的，然后烟柜也是透明的。逆光三射，什么时候？哦，下面哎，真的有人滑去滑点，这太危险了。这内河翻不了的，不是后面有大船，啊。哦，这个挺危险的，比湖，那个，湖里也危险。我爸之前游的那个京杭大运河就游的。哎，怎么看不出来？上次可以看出来的。颜色是吗？我们到尖去嘛。我也不知道怎么拍，就这样，没就这样，就这样。好，怎么了呀？哇，那个，船的声音是吗？那个了呀，超车不让道吗？又是一个 mask。啊，就 mask。mask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吗？是吧？你们二百的，你看那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菲利普船长，有一半这个他那个整个货轮有一半都是 mask， 对，有可能是植入嘛，反正。大海盗吗？对，大海盗。哇，演的太好了。那个灰猎犬号也很好看啊。就这几部都是靠他一个人在打，对，只拍他，啊，而且他现在开始投资了嘛，对，做投资了。哦，你看人家的小船，好舒服了，感觉。这种船就是观光船是吧？对，咱们也可以坐。可以啊，不然咱们谁上都能要，咱们进去别人也进来。上呗。你坐那个角落，哎。找到了去滑雪的感觉。我，哦，这可比那大多了。那个滑雪也有滑雪的感觉。啊，特别爽。没有，我操，这个奥地利缆车比这个大还。那速度是挺快的，是吧？嗯。那还行吧，这感觉没有让子弹飞好。啊，节奏太快了。没人招呼你。哎，这还过一下这个树吗？我们到处做视频不好啊。无所谓，下来回来的时候一样的。还是这样做，一样的。这样看直接那个什么。啊，有点恐高。对。这样还是绿色的，绿色。你奶奶种这么看怎么办？这个地方晚上应该，如果它开灯的话，这一片应该挺漂亮。嗯，那我们这个不是 target
还给四个啊？对，咱们是一天都给多少？对啊。啊。这样啊，那个你下来把两个人卖了。Bedecken Sie Männer, in der Kabine herrscht Maske. Schützen Sie sich und andere. Tragen Sie Ihren Mund- und Nasenschutz. Vielen Dank. Please remember, mask up during the cabins.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Wear your mask during the cabins.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Wear your mouth and extrication. Thank you. 是啊。哦，铁十字，嗯，军队吗？联邦国防军就是那个边，嗯，我们从这边绕出来了，啊，对，那边的，这自古就是军事重地啊，嗯，叫屯兵的地儿，嗯，小姑娘发的比较好，天险嘛，天险，我，Den Toten des Deutschen Heeres。黑啊，就是男的那个黑啊。你看那钢盔，一战钢盔吗？这个不是英雄啊。哦黑哦，这个是黑啊黑啊 H E E 啊。哎，想上厕所。你看，我就跟你说，你跟我去。我想拉屎。他想拉屎。拉肚子了。可能是。对，就是反应了一下。你也有厕所？你有连同位吗？没有，我一会儿再想嘛。这里面也有，那你的厕所就是对吧？有点挤，不是？我说你家的就不收费。我说你他家的厕所有点挤，拉的不开，施展不开，施展不开，好吧。嗯，我们找一个高级点的厕所上一下，把肚子先排空，吃晚饭间啊。哦，对，必须的，不然晚饭施展不开。嗯。然后今天晚上要买点东西啊，明天周天。哦，对。那明天你这上周六咱们就睡睡上周六咱们就忘买东西了，你知道吗？上周天的时候打开冰箱，我扔傻了，我操！这里看了一下，哎，真的修的跟个迷宫一样，我操！这里面这上能不能？你看跳也跳不上去。啊，那边那口进来，嗯，都可以。这个入口，嗯，它是缆车那口。他拉屎，憋一下，他就会吸收回去，再重新消化一下，就再汲取一点养分。就这样，多憋几次，我的大肠就好吃，是吧？我操！他妈吃个大肠刺身了吧？还没修完是吗？好久没听相声了。我觉得三个人，他们三个人的那种群口要好听一些，热闹。俩人总要打起来。就之前那高峰和于谦争当太子嘛，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凭什么我是二太子？我傻了。他妈当儿子还这么积极，我操！可以，然后这里是上来的吧？嗯。这里应该是最后一条防线了吧？上面应该就是办公的中心。好像是从这进来的吗？不是，搁那边。又来了，刚刚好像在这里死过一次。你看那里面摆了东西的，看到了吗？嗯。是啊。它这应该是博物馆吗？看到了吗？可能就是博物馆，历史的嘛，去介绍小片片。这不是咱来的地方吗？哦，咱们是从这儿出来了呀，就这里那个十字嘛。啊，对啊，他们从那儿进的是吧？其实不大。那里面的博物馆怎么进去呢？有点绕，就是你发现它建的不方正，就是绕，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没有空间感了。
我去看一下啊。我操，这有点深的吗？哎，你过来看吧。哦，新小孩了是吗？你看这里面很深。哦，是啊。动嘛，哎呀，就是爬上去的嘛。我操，看不见底了。你笑一下嘛。他们进去要被我在后面吓一下，要把他们吓哭。我吸引了一，可以这里面还可以上，去不去吗？走啊，来了，走呗。我操，吸引了一波人啊。我搞这景点了。好、啊，这里有个厕所。我够了。你够了？没了，没存货了。没有，屁股辣的疼啊。我也有点痛，我操。这好像不实质效应。这好像上不去。这个呢？还有炸酱面，炸酱面你吃过？我韩式炸酱，我不是特别喜欢。是吗？你就拌饭和炸酱面点一个啊，可以，我就来呗。我就来了。要一个拌饭，要一个炸酱面。锅咱们就不要了吗？我们直接就要那个。哎，锅不要了。有那个蛤蜊饼。我用手机拍，我好处就是它视频都可以在电脑上一起剪。是啊，嗯。只知道这个清晰度要低一些吗？对 ，MV 就是你也会，你拍着拍着，你的那个画面就会突然。今天竟然被老板娘捕捉脸蛋了。不知道我们的化工类的很多都是这样，你看巴斯夫好多厂全在国内。